我来喂，迄 个阴暗天确定吼，啊，所以我摊到伫迄个咱广场吼，咧散步，啊，看也无看到各位啊，原来大拢叫教室来，教室来较比较温暖哈，比较温暖哈，啊，很难得。你这个过年节哦，大家抽空哦，到这边来上这个课。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讲，我上这个课，唔知要冲啥会啊，枯燥无味，哦，啊个上三日两日，歹势，这三日初级班，个另外三日高级班哦，恁加起来哦，迄个功力啊吼，比你读国民党迄个教育来的读十档，迄个功力更加悬就对了。还有啥？迄个恁来武侠小说看的练武功有无？哎，奇怪，安尼看，迄个练无偌久的时哦，讲有十档的功力，啊，无二十档的功力啦。哎，道理就是这样子的。有咱的国民党来的教育，读他还拢无效，你看呐，浪费我们很多的时间加精力啦。你不要从阮读几十档的册啊。啊，一段时间读的，甲全拢无路用啦，吼、哦！不但无路用的时吼，计加定地，你知影无？各位伫学校时捌读着吼，那读历史啊、地理了吼，迄读的历史哦，伊这边读的含中国迄边读的拢无共啦。咱若讲民族英雄吼，啊，迄边读讲是流寇啦，啊，你若读这边讲流寇的吼，那这边讲民族英雄啦，啊，拢倒变啊。啊，你读地理吼，咱来读的嘛，哦，啊，喜马拉雅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长江黄河啦、啊，啊，拢无读咱台湾讲有遐水爱河啦，啊，要读迄个淡水溪咯，啊，阿里山也足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竹山、新高山、着玉山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伊拢无变教这個，你知影？啊，拢读到迄边的，啊，读到就无效哩个，啊，迄个含咱即个就无共国家就无效了咩？所以就伫咧正式咧谈台湾前途何去何从的心咯、哦，来伫即个名爱小记的吼、哦，因为四月份有迄个叛军呐、啊，咧批判咱，吼、哦、啊，造罪外口遐人，一直要啥呢？要篡位啊，篡无成，就另外个起一个造，你知影吼、哦？另外个起一个造嘿吼，其中有一个名中。哦，含我无像啊，剩咧头甲尾拢相像啊，身躯无同啊，头甲尾相像吼，迄三字着两字啦吼。我现在特别咧讲课的时阵爱讲出来，因为我不爱互混淆去。但讲啊，迄、个人安怎安怎的时吼，啊话唔对咧。迄、个北京咧读的吼，甲台语咧读的吼，迄、个音稍微读一个尔吼，无啥相像你讲。我想伫咧讲课时，我陪安讲的吼，啊，师弟啊，恁来去问就知影了吼，师弟啊，恁问伊知影吼。我一九四空，啊，我外号叫萨布赖，吼、哦，这萨布赖是啊，叫日本武士啦。唔爱奇怪，人爱号这啊，啊，这人绿岛人家号的啦，因为我绿岛读这间校吼，啊，这间校有校读啊无校，这间校才关起来哩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人啊，学这个叫做萨布赖。这萨布赖心吼，迄个呐宁可牺牲家己吼，叫做七百自杀八斤吼，袂使牺牲别人啦。啊，因为我着有这个精神吼，迄阵伫内底坐十五档的楼，伫国民党坐十五档吼，啊，头主张啥呢？主张咱台湾来独立。所以奇怪，啊，我遐少年的时候，主张要台湾来独立无？我想讲，我一个少年，比阮较始反而袂出事，你讲啦。但阮迄阵就话讲，啊，台湾要独立，因阮认为讲，中华民国是走路的啊，伫中国用挂出来，无当走，无当伊由咱台湾来啊。哦，啊，怎啊说，带一批全世界上大的难民啊，从走咱台湾来，阿爸今日去只关庙讲，我对不对？来动作讲，伊一个胜利者的姿态，意思讲拍败日本，吼、哦，所以来。来占咱台湾，啊，其实错误呢。咱所读的书拢错误，啊，就是讲共和台湾，其实唔是啊。吼、哦，咱是那作祟就对了，迄份咯，迄份占着你啊。
所以我是迄个昭和吼，啊那1940，哦1940，咱在座为咱推算迄个年龄吼，迄个时阵还过日本时代，当在空袭中啦，所以空袭的是阮咱锁开啊，少年啊，佫唔知影叫做啥物叫锁开啊吼。有人迄个锁开听无的无？年轻人叫啥物叫锁开？哦对，即熟悉的真的听无。迄锁开就是咱空袭嘛，逃难呐，包括看惯的吼，惊社会看惯的吼，吼啊咧笨，我细汉的是足清楚。我妈妈用一支像个设计笨蛋吼，啊头前后壁惊社会啊，阮兄弟啊一个拢扛一个，啊拢利用暗时啊走。有高雄伫咧走走地呢，走下要屏东九国洞，九国洞佫入面有一个大公园，伫咧种王来所在。你也想讲，阮人生也赶安尼赶伊到迄个山顶哦，吼，所以细汉的印象有够深啊。哎，主要是讲，嘿，啊奇怪，是咱是含对起来战争啊，迄高囡仔拢想拢无啦，干阿讲哦，哎，锁开哦，有安那，就是美国迄个米字教有无？一方炸机吼，用500磅的炸弹来炸你啊！因美国无定律，无定律啦。所以说，咱我来讲着吼，咱台湾命运就是安尼。因美国无定律，啊，搞轰炸轰飞行机来炸炸的尔尔。但到尾也是吼，有只中国兵啊，就讲说给火烧落来捡着的啦。哦，尤其是大战结束时，唔是中国兵厉害，拍败日本的啦。是因为无大无是去压着一只，迄落美国一只货的时阵吼，两当准备了啊，拍到倒来迄个把日本吼，拍投降的。所以大回时喏，迄阵咱头唔知影呢，吼，感觉中国兵的时喏，拍下日本呢。其实伊要和日本吼，拍下走个山顶呢，对不对？而且走地走为沿海，就是走个呢，走个四川，走个重庆，闽南山林里个。那无美国的时阵哦，拿来原子炸弹，啊，有日本投降吼，我看连中国煞无去，所以日本拢占的。啊，这就是安那嘞，这就国运呐，吼，就变作安尼来，所以整个政策弄了改变啦。所以咱台湾的时阵吼，因为美国跳过咱台湾走乌克兰话去，所以变咱台湾的命运哦，总变无同款的吼。小段我也稍微讲着吼，啊，即话是讲这个名。诶，十五来先吼，我老时间，阿拉无我留伫迄个高级班内底吼，过来做一个说明。因为我把初级甲高级甲分开吼，迄个初级大概在咱台湾的近代史，然后呢，较高级班的先吼，我白色之恋的先吼，较来讲到这段吼，啊，这段的时那是你报纸电视看袂到的，所以机会恁恁若高级班的先吼，爱过来。我觉得连贯性了、啊，连贯性吼、哦，所以对本人认识了，就是我跟他说讲的话，爱我本人负责，好、哦、你知吼、哦，所以我特别爱强调安尼啦，因为我是足惊讲的是另外迄、那个，甲咱背叛咱啦，迄、那个人伫外口言行吼、哦，甲误认讲是我，所以我来讲着初级班、高级班，我拢爱强调，吼、哦，唔是讲我的名偌水啦。啊，其实袂歹啦吼！即大块灾源的时阵吼，一讨扁平的话，讨两张，你知无？迄为了欧巴桑啊，讨两张哦，啊人一张尔，先两张，拢无咯，一张放到我迄个手提包内底，甲伊锁咧啊！我甲锁咧安尼啦，那锁我袂穿开。啊，就讲即个灾源甲锁咧吼，卖跑伊就对啦。哎，即老些意思呢吼！啊，佮为干甲讨伊锁伫咧伊金库内底啦，锁金库吼，啊即灾源吼甲锁掉咧吼。啊，所以我这财源滚滚吼，啊，我来讲拢滚去别人遐去啊，吼，因为我这名咱台语你知无？迄、那个蔡佮差一个名叫蔡啦，吼，啊，你啊佮读较册伊咪讲蔡，吼，蔡财源吼，啊，来蔡来蔡财源来，啊，你啊听起来读啊蔡财源来，啊财源拢蔡伊你个啦，啊，所以我呐讲话时的时吼，拢少一人叫我敲电话，啊，无去因兜拜访啦。我一两边分心啦、啊，啊，就是安那呢？过年的时候好吉兆嘛，哦，财源来了，安尼。我讲美国吼，有一个名吼，一个呢姓李啊，
啊，名叫进宅，你知影吼？伊个名叫进宅。啊，你进宅啊，含我这宅员吼，当然伫咧讲是无啥相像。啊，在过年的时阵吼，无代无事甲朋友讲啦，讲哎、欸、来，进宅你张伟清吼，你来来阮兜安尼啦。嗯，哎、啊，张伟清你吼真正咧吼，你遐弄懵啦。啊，弄懵的时阵吼，内底迄个朋友讲啊，啥物人啦？安尼啦。啊，伊讲嘿。啊！你那边叫我今仔日来个问我什么人？啊，听，吼、哦，啊，都我啦，伊讲都我啦，安尼啦，吼、哦。而、啊、且有没有在座听不懂那个台语的？有没有？啊？吼、哦，我想那个如果听不懂台语的，我有时候可以用北京话哈、哦，互相好、哦、交换来说了哈、哦。啊，有些这个有台语哦，哈、哦，那个韵味哦比较好一点了哈。哦因为他的姓李，而且名叫进财。第二个一个龙龙龙安尼啦，里面人问了：“啊，是什么人啦、啊？”哦，如大爱去升调也如管了吼。阿公阿的我啦，哎、欸，啊就是我，哎、啊、奇怪，你今天叫我来，啊你也知影是我，阿、啊、个问我什么人？哦，有够气的就对了。要来找的人，啊弄门弄个气个，内底的人哦，知影别名伊的。今仔叫伊来，啊，为虾米？甲人讲我吼，安尼吼，第三遍就对了吼。一个聋了，个聋懵安尼啦。来滴迄个朋友吼，啊，你到底虾米人啦？吼、哦，迄个性格硬起来，你知无吼？外口迄个心哦，吼、哦，迄个火气吼，挡袂掉。啊，明明你叫我今仔日来，甲你拜访，对不对？讲话车，啊，你明明我，你搁在问我虾米人？伊安怎讲？你知？啊，看到鬼啊！鬼也拢破讲伊，鬼拢破讲伊，迄个朋友吼没有默契啦，吼、哦！伊主要你讲话车来吼，是要爱你讲啊，你什么人？啊，我来李进宅啦，吼、哦，安尼爽啊，你对不对吼？啊，无大家都我人啊，我算不知你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这个就这样子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引进我这个名的时吼，嘿，有美国这个的，我拢足小心的。伊来叫我敲电话来吼，啊，着我人，啊，着哎呀，你讲吼，啊，什么人？啊，我带财员来，吼、哦，他朋友就欢喜你知？哦，这附带吼，讲咱这个名就对了。来，即摆讲起咱台湾前途啦，何去何从啊？哦，迄、那个哦，我本人看到陆军官校了后，入到一十五档，哦，哥走去出外去溜溜的倒转来吼。哦出来，咱也参加中华运动，吼、哦！伫海外参加迄个大陆联盟，啊！伫本土内底参加咱民进党，吼！啊，作为执行长，作为咱三门宫的董事长，有只咱新基督教的即个即个同心会，毋知叫做三门宫啥会？来一般啦，庙寺的，就普通就知影吼、哦！啊，信仰迄个三太子的吼，伫、哦、全台湾所有的都市内底吼。哦迄、那个广场上大的，就是阮高雄三门宫。因为较早来咧选举的时阵哦，迄个选举重镇，第一个所在来赢吼，阿里赢就对了，就迄场啦，迄场就决战啥呢？迄个候选人的胜败啦。所以迄场的时阵演讲会真重要。吼、哦，你安来演讲好势哦，啊，迄个暗大讲啊，三人当选啦，啊，三人落选啦，拢就平分出来吼。哦所以你迄个三毛讲，这是一个啊，得到圣地啦吼，得到圣地。伫我做当首长的时阵吼，我哋个走向上面呢，宗教圣地。咱卖有一挂迄个庙寺内底吼，遐里里阔阔的遐，吼，迄是世间事内底吼，符合人的心理啦，爱发财啦吼，吼，爱有什么好运啦。爱个解运啦，啊无你遐人发财啦，从啥个？迄个掠着咱人类人最基本的弱点啦。啊，所以没有错，因会较兴旺，但是相对吼，因为迄个掠着咱人的基本性了时吼，就变啊，变商业化，变商业化。但即个神甲骨，互你看无个，你无当看。最主要用你心灵去信，有甲无你干哪？那是讲你信基督、耶稣、小强，你那是无看到耶稣的基督啊？没有啊！
但你听有人咧信，有迄个教会，有迄个物件互你看，然后呢，下你读圣经，所以安尼你就信伊啊。赶快妈祖呢，会有妈祖庙啊，啊你无看到妈祖呢，哎赶快你来信伊吼。所以神甲这佛，甲迄个天主、基督、阿拉拢相像。伫迄个无形内底，互你看无的。但是咱呢，不管呐，每一个磁场无同款。啊，既然磁场无同款的时候，每一个人你的磁场较适合什么会？有可能你适合基督的，我咧礼拜去做一个迄个吼，迄祈祷啊，做一个阿门安尼吼。啊，然后呢，你若说我不适合迄个，你想呢夜香拜拜，啊，你做去夜香拜拜。所以每一个人磁场无同款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勉强，你爱信什么搞信什么搞，吼、哦，我搞来底会排斥。你若不是信我的，都是异教类了。啊，但这是一个错误的。迄、那个欧洲一个17、18、17、16世纪的时阵哦，有发生迄个宗教战争啊，就是非我族类的，你们信我的，拢是属于异教徒。所以应该设一个宗教裁判所，异教徒你也是无经过什么法律的。我就是宗教的，我书写我有法庭，我能定你的罪，啊，给他判死刑，你干哪？所以才发生迄个宗教战争吼。来，因为甲咱即马几百年来的时喏，因为融合，尤其咱台湾啦，我讲咱台湾是咧是咧宗教的联合国啦，全世界吼。无一个所在像咱台湾吼，迄个宗教遐侪啦。因为我有做过咱的内政部，还是这内政部是中华民国的哈，嘿，不是咱台湾政府的哈。迄个中华民国因的宗教咨询委员都会参加会议哈，啊，各宗教的拢会来，包括咱目前看到的哈，世界咧流行的啦，所以佛教、道教。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啊，回教，个咧一贯道啊，天地教、地母教，吼，这拢总有了对了。拢台湾即马合法咧，有来这无登记吼，因为22个即个宗教团体变合法咧。第一前无合法咧，是一贯道嘛，互你知吼。啊，一贯道是经过遮个教育台努力，可能讲恁只能讲是邪教，是恶人教。这是种错误的，所以慢慢政府当然有派人在看，哎，唔对呢。一贯的那是叫教育礼仪来呢。你咧参拜的时阵吼，因为我有去参拜过啊，那个礼仪真庄严，对不对？真严肃啊，这是真好的一个宗教。为什么你国民党甲列入讲一个邪教啊？吼，禁止人参加啦。所以，阮高雄一个地方法院法官是伊那是呢一贯道的。当然呢，全台湾各所来争取，争到干变合法合法。啊，所以因为宗教一切拢开放了先吼，吼，你改讲吼，我伫心脏迄看吼，迄奇怪天地搞是咧拜啥会啊？爱了解拜天拜地哦，我加拜好些拜本地吼，有当出奇怪。那为什么遐个遐个是宗教？哦，地母教，吼，遐个地母教。啊、天地教、地母教，就拢有力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我想讲，我世界全世界无像咱的呢，20外个宗教拢合法的，啊，个哪里相安无事哦，对不？迄、那个阿拉伯遐个回教战争吼，咱这回教吼，未起称呢，吼、哦，阿咪基督教遐代即马咧拍吼，伫这个埃及啊，后基督教、后回教对不对？啊，伫咧拼，咱这拢相安无事呢。袂讲的是，哎，我听阮的佛教的男友，还是我听基督教，无呢？我做就说台湾的信咯，已经做呢，众生啦、啊，众教主啦、啊，拢已经伫来咱台湾啦。啊，所以咱下骹咧瞧，啊，顶悬也咧瞧，你知吼？所以咱台湾的信吼，未来就对啦。有咱想讲啦，宗教方面的时阵吼，咱能继续保持个人有你的宗教信仰。阿卖讲吼，你咧瞎搞，吼、哦！阿、啊、你咧咧恶别心，你从啥都卖呢？有那些讲怪的德行吼，有包括回教、
啊，甲迄个基督教圣经吼，啊，甲道教经拢加减啊看过了吼，感觉伊所有宗教内底，拢特别劝人爱做善啦。迄阵是拢认为的，你知影无？做歹是拢认为的，啊，为加少的宗教名义吼，骗色骗财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种的加少的神明的名义，有敛财或有骗色的，都有这个经营。但这个是那拢是个人的少数行为，吼，不足为取的，对啦。但上帝啊，咱来爱吸收安那宗教来的精华，爱精华。都各信宗教内底吼，人总是要有信用，因为你若无信用的时阵吼，哈，那是讲咧现实啦。我会当快乐，我会当安那乐啊。伊袂想讲吼，伫咧头顶三年一无咧无形的存在，伊袂想遐哩个啦。伊若想着讲无咧存在时喏，伊就袂害人，吼，伊就袂杀人放火啊，人。生迄个女性存在，就别人咧做迄个工课，就伊都无相信，就有迄个因果报就对啦。伫西方的时阵吼，因咧叫二世说啦，所以宗教咧二世说，你包括基督教、天主教、包括佛教，因那咧，你今天做好的时阵吼，来世咧上天堂，来你若做歹咧，就地狱。二世说啦。但是佛教倒来底先吼，加一说叫做三世说啦。你有这个今仔日，你的果就有精因啦。你前世做安那，今世你做安那，但是靠你今世要做安那，会影响伫来世啊。阿伟都无相信的，我今世都来世要哪看会到啊？我今世咱享受享得落啊，你管到后世去。但是歹势吼，你有感觉讲吼，人世间来较无公平。你咧出事的时候揪唔到门钳啊呢啊！迄位走王文庆遐，奇怪，位甲走因吼，走迄、那个卖讲咱的工作单位啦吼，奇怪甲走遐去啊！明日的时吼，连食啥等都问题啊！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吗？你家庭内底的病病吼，你写出来囝后生，定年的时候同公司出版的，迄、那个物件完全无同啊！你会觉得奇怪无？这你啊用宗教来想就对了吼，就是因果关系啊。所以吼，伫咱含西方不同款的，就我们有三世说，有前世、今世、来世。所以是喏，咱今天的果就是前世因啦。但是呢，咱今个咧种咱的新的因啦。虽然今日做好的时喏，来世的是外讲吼，恁那个门槛啊拢丢掉了。啊，这个是喏，更世来对吼。人爱做善事，有人生几十当年了，爱选择做有意义的代志啦。你如果那无爱心哦，迄落林林冲冲、风风涌涌哦，社会一大堆啦。你看迄个，你无用啥货。我捌来台北市的时哦，爬去天桥顶甲看，五分钟尔啦。我徛在天桥顶看咧吼，吼人啦、车啦，一大堆来五分钟的时哦，不计其数啦。你会感觉讲啊，人是咧无用啥货，撞来撞去就对啦。因为呐，你居高临下，你徛咧较悬的所在，看低所在啦。但是呢，当你来天桥顶行落来，南咧即个人人匆匆来底时阵，拢小想随波逐流啊，随波逐流。虽然人的心吼，你有机咧来参加党民政府。就是因着你行另外一条路起来，因为咱有理想、有目标，咱有中心的思想。但一般的人，敢若为了生活过三顿尔，无啥物理想。迄个社会人太侪，你敢即种诶，伊都无机缘去接到安那呢？即个有效、有意义的代志，你敢啦？所以当面前，我们是普通人，爱随便人会接诶。有那你啊讲几波句吼，哎，讲你骗人，伊无效啦。但是呢，迄个机缘的时阵啊，有这货马上伊就走入来。不管你是到程度外悬啦，还是讲你咧做啥物行业啦，就像安尼。所以这是真奥妙的代志，你讲啦。因为从台湾三四百年的数来，靠这届机会，华人做家己的选择，就新的这个单人来到一场新闻节，啊，来到讲新闻节，
咱国会有迄落要无请身份证的无？咱在座即来遮，咱台湾身份证的，哦一个要人要无请的无？那无先哦，恁等于了甲国州内底先哦，请咱本身台湾民众有身份证，因为即个身份证就是咱未来保命符啊。就咱台湾有史以来的这张身份证，会当证明咱是本土台湾人。因为咱这张身份证目前咧用起啊，中华民国流亡走路的，这张身份证真紧就特别无用啊，就对啦。这张吼有可能拢修改藏在咱红格桌顶啊啦。这张身份证不来，以后来用着咱本身咱的台湾身份证啊。就是1946年走路过来时哦。用真强的力硬甲咱盖过，无征求咱的同意的。清朝战输日本的时阵，老兄把台湾平和挂日本天皇，了日本要来台湾，伊拉乎台湾甲平和者两冬的时间呢。伊拉按照国际法来两冬的因来选定了是我两冬开问恁，恁是要做我日本的皇民，还是啥呢？也是要做清国的国民，两党互恁选择，结果两党后来选的时呢，拢总敢有4000几个要做清国的国民呐，剩呢拢要做日本的皇民。但是中华民国人也霸占咱遮的时阵呢，就要甲咱讲，无呢两党的时间互你选择，你要做台湾人，还是讲要做原来日本人，还是要做我中华民国的人，无咱选择，硬甲咱改。所以今天台湾民众控告美国，就是相当有理由的时间呢。所以咱伫美国的时，一个秘书长率领200几个人是个控告，讲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也搞不清属性嘛。美国法院查个啊，无唔对啊，有一个中华民国1946年来硬硬改啊，搁一个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，这哪属性啦？个人按照旧金山合约内底23条，你美国现在占领国，而且变价条款，这哪属实啦？所以咱今日个是有根据的，叫做战争法、国际法、人权法，个个旧金山合约。所以讲，必须要这个嘞，一统一了先。我前来老实讲，我伫外口，因为阮政治受人家，阮老易过，你知无？来过袂行。个别行咧，个别国政府个别行。阮是彼岸啊呢，你无代无是美国，你叫蒋介石来遮，吼来接管台湾的时候，迄是啊那个日本投降，你来接受迄呢？有你中华民国，有苏联，有英国，有美国呢，唔敢你尔呢？啊无代无是一边拢互赶出来，无当走走咧，即来遮来。啊，所以阮讲美国奇怪，你迄个管理放互即来遮。甲咱吞搭，甲咱糟蹋人，所以过美国的时阵吼，根据即个架势，所以美国呢，法院来咧判咱赢。啊，所以上到最高法院是即卖咧停止打呀，为虾米停？因为即个判咧，美国100%执行，按无你违法，所以暂时先囥个呀。看你美国准备好未？你台湾民众准备好未？那好是即个决定啊。所以阮政治虽然只讲奇怪，阮个别叮当，咱的秘书长个叮当呢，所以我呢安那呢，就放弃所有民进党、所有外口的党外活动，全部是咱党民政府。伊就发觉，干那这条，免的啥呢？免老火老地的，免家里街头的，啊靠啥？来请身份证来上课，啊靠，咱的秘书长也是的，向美国。一定要施压力，安尼你当成功哦。我头来想讲，世间哦，遐好个代志啊。普通咱一个政权、一个国家变动呢，拢绝对爱老火老地个嘛。但为了台湾这个地理环境，甲这个近代历史合起了先咯，是足特殊个啦。全世界足特殊个，就是咱台湾，包括咱台庙经过坎坎坷坷。为清朝解，咱讲来，即马佫煞来先来讲啦。哦，看听佫有时间吼，佫袂赴的吼。其实我爱看时间的，袂拢讲过头的。啊，先学迄个，咱有一个概念啦。啊，了有时间吼，我倒讲一个近代史呀吼。啊，佮用咱的迄、那个，咱的台湾
诶，前途何去何从？吼、哦，我那做一个结论吼、哦。咱台湾的近代史，爱为当时开始西班牙，但西班牙以前是葡萄牙，但葡萄牙伊无伫遮登陆，葡萄牙是干掉的，走甲澎湖里遐，你知影无？一路澎湖遐，但经过是讲哦，叫一个福尔摩沙，所以这个福尔摩沙是形容美丽的。哎、欸，但是喏，即摆个变做名词来讲，哎、欸，福尔摩沙比台湾哪里干呐？吼、哦，以前那是葡萄牙讲的是喏，等澳洲、西班牙听到，哎呦，有这个所在吗？后来舰队就起来，你知无？哎，舰队出来为了为台湾的北部来淡水呀、啊。哦，即摆澳门城有无吼？哈、哦，因啊登陆起来。但第二是呢，讲迄个时阵了，荷兰。迄阵啊，澳洲吼，因这个汉语水拢真强哩啦。荷兰啊，听到这声吼，还袂甘得西班牙招待声，因啊弄来啊，因个舰队来为咱台湾这个所为南部起来，吼、哦，伫安平这来之后无，但到尾呢，荷兰伊要独霸，要独霸，所以把西班牙赶出来。啊，来讲个先咯，咱的台湾为开始在建立啥呢？拢做人个基地啊。伊当然是了，因来东印度公司因的只为商业上的做一个南进基地了，做一个基地吼。即马刷来了，我地心讲，吼、哦、啊地心讲是咧，伫中国大陆的先咯，啊因的明朝都嘛清兵来，哎、啊、呢招咯，招来即来先吼，讲为即台湾即来，所以把荷兰挂出去。那挂起来，伫即个所在爱买啥啥呢？买反清和平一啥啊基地啦。也是咱台湾作为基地啦，所以地心讲的是了无，把荷兰迄阵啊投降1662，拢总伊尼只38当。来，这两个国家等于了是呢，留伫咱台湾呢，还佫讲的话，还是物件还佫留咧，印象的咱日常看会到嘛。吼、哦，你讲像迄、那个，咱拢穿环啊，伊个呢，红头毛，目睭老老，皮肤白白吼。咱讲伊烦啦，其实笑咱烦啦，咱讲伊烦啦，你知吼？啊，所以因老了，即马啥？咱较早烦啊油无？迄烦啊因咧用的油啊，啊，咱叫做烦啊油啊，迄臭油，对不对？啊，从啊烦啊姜啦，啊烦啊姜来先炸过来，咱即马是讲咧食迄烦啊姜，啊，就是因较早用过来。啊，叫做烦啊火，哦，烦啊用咧火啊，火吼，落迄个火起来，咱较早吼，哦，即马无咧做啊啦，好不好？规则当中，咱少年来时阵，还阁会还那会吼，叫做火柴啦，可以还那会。那还那咧用的会哦，还阁袂歹用啊。吼啊，即马都已经进步到无用还那会啊，用赖打。吼、哦，啊个啥呢？阁较使用按摩头啦，迄按摩啊咧用的头啊。吼、哦，按讲水泥啦，北京伊即马讲水泥啊。啊，我即马也无咧讲水泥啊，我来讲按摩头。嘿，伊习惯啊，啊就真好用按摩头，无唔对啊。你较早阿摩用来迄个炸迄个土，哇，真正好用啊！你起厝种那真好用哦，叫阿摩土吼。像较早老了一挂遐回忆吼，咱要继续咧采用，未歹，咱个老了阿歹那个淡杀去吼。过来了啊，迄、那个清朝就派下迄个电信工啊，所以电信工就闭着上伫台湾就结束啊。所以清朝的时吼，一开始叫一个海禁。吼、哦，沿海所在讲偷渡，啊个那呢有一个政策，就是安那不得西进。你那边到台南，中国人要到台南哦，未使西进。这进你知无？吼、哦，无惊。啊，要讲十一哥啊，哎奇怪，啊，迄阵啊拢十一哥啊过来，啊无十一嫂啊，嗯，啊这后代拢是安那生出来，安那爆出来啊。所以无怪的先吼、哦，咱台湾起码咧连迄个 DNA 啊，吼、哦。拢是啥了？几分之几分之啥物？几分之是啥物货？伊讲南南做伙啊，有西班牙的，啊有荷兰的，啊个清朝迄边的，对不对？就地心讲迄阵后来啊，一批啊，迄种十一哥啊过来啊，对不对？按、啊、我清朝个不能西进呐、啊，那含咱兵部做个。哦，谈到迄、那个，有时在咧讲哦，咧高沙族的吼，咱就一寡含咧呢，拢南南做伙。所以咱在座即大家，老实讲啦。美国人来看吼，看不出咱是啥物人啦、啊。哦，你有看无？但咱家己看会出来，开电视无电影啊。
咱咧看美国人，咱看无，伊毋知是欧洲的呢。啊，像你意大利啊、苏联啊、美国南南洲，咱看无啊。同款，咱做因也是看无。啊，所以咱几百年来已经南南做伙啊吼。所以我即摆咧速度加紧来吼。较重要进入安那呢？啊，电影讲迄个清朝消纳入迄个清朝版图了时吼，对咱近代史较重要，就是这个1894甲午战争啦。1894的时候，你也想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今年呢，2014，加加减减120冬，夺第二个甲午啊，第二个甲午吼，哎、欸，你看哦，1894啊，啊，即马2014啊，夺120冬，夺第二个甲午，所以无怪心咯，讲哎、欸，啊，是毋是第二届第二次的甲午战争啊？哦，这真歹聊就对了吼。接触迄门先较我多啦，迄、那个1894啊，清朝战败嘛，所以放火的时阵有无？会记得马关条约，把咱澎湖、台湾永久吼，看咧吼，永久挂啥？日本天皇，唔是挂日本政府吼，迄个全世界拢是皇帝制、天皇制，拢皇帝上大，所谓你心民拢伊个，所谓土地拢伊个吼。伫一个民主时代以前呢，你皇帝上大，你全国拢伊个就对啦。我可以，迄阵啊有一个唐景祥，啊伫台北时咯，大讲嗯啊先啊要挂日本的时咯，无家己成立独立个国家，就是即个那台湾民主国，伫亚洲第一个成立的，伫个1895年的成立的吼，啊但呢几日啊尔，即个唐景祥就走路啊，走路即个国无几日就对啦吼。伊个迄个南帝黄武时，先咱看会到吼，为啥佮用这个机啊？你哦，这个中国是讲龙啊，龙较大，啊，这个火，所以龙兄虎弟啊，所以他们中国有关系，你知影无？所以是抗拒我有日本，但伊其实那是要亲中国的，对这吼。来日本在占了的时阵呢，因就开始1937年皇民化。老实讲，日本以前啊为着要统治台湾的时吼，牺牲也真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高山族的吼，因感觉奇怪呢。啊，我都唔是属于迄落清朝的啊。啊，你建白是隔壁厝都唔是你的，煞规拢挂好人伊啊。所以你不服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本来给他抗争啊，啊抗争伊，所以三千含日本军大车兵的，伫咱历史有记载的嘛。有真大无锡事件嘛，大包年、大交年、大包年的事件有无？啊，甲牡丹的事件，这种真大个，对对，和日本的思想真惨重啊。所以为着安尼好，无爱用国际法来，我该征服。你甲日本签国的是挂号，你无遵守，我征服你就对啦。我按照国际法来，所以结果呢，我要征服。所以这高山族的就服服帖帖的。吼、哦，不过继续抗争啊！吼，所以1937年的时阵吼，甲日本采取皇民化。所以各位咱这少年唔知啊，迄、那个大清帝国的时候，为啥把咱台湾的是挂哦？迄个就是安内，这个所在来纪念啊。中国是对咱跨大安怎样的？台湾是一个什么所在？男无鱼，女无情，鸟不鱼，花不香的化外之地。所以无经过咱祖先的同意，直接就挂日本啦。所以咱少年一辈也知影，咱台湾这个所在，咱的先民在开垦的时阵，是大清帝国敢讲叫男无鱼、女无情的所在，你干啦？所以无值得过这个土地啊，所以敢挂好人伊啊。所以今仔对话迄个中国，讲也是清国落来，哎，歹势，伊讲咱台湾是呢，骗我心呢，门都没有。今仔台湾。生活啊，从非洲的伊索比亚安尼啦，囡仔个个大头壳啦，需要人救灾啊，需要救济啦。因为讲台湾朋友是因的袂，就袂啊啦，就走得较紧啦。伊就讲啊，早都挂好人伊啊，你这囡仔歹油漆，我早都杀杀去用油漆伊啊，是毋是呢？所以因为咱啊啦呢，咱的祖先先民同时间来勤俭拍拼，给他建立台湾迄个繁华富足。因就讲，台湾也是阮的呢，
哦，所以甲美国讲了讲，迄、那个希腊来甲讲，诶、欸，啊，希腊你讲台湾是恁迄落啥神圣不可分割的这种领土，啊，你有啥物所有权无啊？伊安怎讲？啊，根据历史啊，哇，啊、根据历史恁大咧啊，根据历史恁也拍甲苏联咧，恁也拍甲厉害呢，甚至那伊朗所在拢恁咧呐，那根据历史啦，所以这个未通的代志嘛，所以各位。来受这个问题，中国的心哦，一直讲咱这个所在是伊的，迄落啥呢？别抓乌鱼，看到对答看无，抓头无尾，抓尾也无鱼就对了。所以大家放心啦吼。来，咱个刷来先吼，搁一个关键年，大家记得吼，在1945年4月7日实施日本宪法，纳入。大日本帝国，哦，这个日期真重要哈、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日本迄阵啊，要把台湾配合纳入我大日本帝国，我唔是土著地，我唔是殖民地啊。纳入了时呢，就一切含我大日本拢相像啊。也就土地就咱别当分割，土著地甲殖民地吼，会当买卖。按了证书呢，我拍输你，啊无我挂这条号你啊。但神圣不可分割领土就袂使啊。所以战争中的心咯，伊甲纳入安那4月7日，8月15日，日俄关系断裂了，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嘛。但是呢，伫当前咱已经着做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啦，哦，4月7日啦。所以这日子要记啦，因为咱有派人，哦，参议员、甲众议员去东京开会，有咱唯有征兵去东南亚替日本。作战，所以呢，日本建国新生有咱台湾人底下的新会偌济，39,100个的新会底下。为什么这日本人是咱的祖国，咱的母国？伊那就需要讲服侍你台湾39,100位的新会底下啊。对日本的动作，这是真正以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，为国家牺牲的嘛。所以你即摆只啊，中华民国总历史无？咱为偌济为了一拍拼，迄落是讲类似总历史无呢？咱台人为的是要反攻大陆，咱国金门妈祖迄两个石头，咱牺牲偌济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即个台民政府还算计了小，你给占了就说台湾是你的，你无管你敢征兵啦？你若如果有占了国先咯，若美国若占了国，伊若袂敢征兵呢？伊啊，国防爱甲因搞呢，来挂咱的门口呢，因为我的建书啊，你这年人爱甲挂门口啊。来，中华民国毋是，来时了，更不要让你做兵了。所以咱的同胞，就是咱，有咱想起来讲着吼，我心真痛，因为我读过军校，我知影，咱作战迄阵啊，拢无知，拢派金门妈祖。迄、那个过去两只石头啊，其实迄个石头唔是咱台湾的呢，讲来讲是中国人的，但不应该叫咱台湾人去过，去拍神龙，去做炮灰哩个啦。咱台湾偌济人底下过到这个时阵，迄、那个共匪啊，应该讲的那是共匪啊，做水鬼啊，甲你摸伊，迄头要挂伊，你知影无？为了搞笑咧，咱讲的时候，老实讲，伊老百姓，咱也老百姓呢。迄个人不是咱在保护咱的家园哩啊，是保护中华民国走路政权的，会因两块石头，咱的阿门陀有几千栋的、几万栋的，上去底下咧做碉堡，咱的台湾的钢铁、钢筋啦，几百万栋去底下咧做碉堡咧，过上来过两块石头，迄两块石头喏，是中国脐带，你知影吼？囡仔生出来有一个脐带关系呀、啊，迄、那个脐带切掉，含母体离开呀。伊就过年咧掉头的时阵，脐带不要切断了。所以讲，讲有一个福建省啦，有一个台湾省啦，伊表示统治全中国啦。有我最快要过两个省就对了。这欺骗咱老百姓，你知道？所以有咱金门妈祖的时候，老实讲，当然咱在座唔知道金门妈祖无？但咱咧讲的是，金门妈祖跟迄属性还没变较像嘛，属性了。
和咱较无关系。所以当然，1970年，中华民国第一代啊，伫联合国存在，迄阵美国来派咧，为啥咧？伊要围堵共产国家。所以中华民国先哦，英军打联合国先哦，伊代表全中国。迄阵也无共流氓政府正甲看待，要围堵迄个共产国家嘛。台东1970年，迄种挂出来时阵，先啊挂出来，就是咱阿辉33个国家，甲美国讲，讲地图拍开，论人口，论土地，拢是占全世界拢看会到的。一个台湾的所在，甲金门马祖遐，伊是变啊代表全中国，所以逼美国政策来改变。你若如果要改变阮阿非33个国家，就要偏向苏联的集团，所以逼美国的改变的时阵，呾叫国务卿来甲老蒋讲啊，因为国际局势变化，希望恁就是你若要代表中国的心吼，毋是中国大陆迄边啊，你代表台湾啊、甲朋友啊，即小多数，甲啥呢？金门、马祖迄两地，你若就是讲迄两地歹管理，无归属个。中国一边，那呢呢？你叫中华民国，你用有效的独立权，就是这个所在啊。继续存在联合国，做普通会员国。另外，中国代表权，我即马中华人民共和国。结果老蒋又讲啥呢？汉贼不两立啊！各位，好、哦，汉贼不两立。那较少年唔知啊，那1970年，那以前的恁绝对唔知啦。所以汉贼不两立，都毕竟啥呢？伊咧汉造就，伊只差拉造啦。特别蒋介石这集团，你用赶出来。所以变啊呢，中华民国就是第二届，第一届是那咧1949年，中国甲赶出去，共产党赶出去。第二届了是呢，伊即摆南京，各位你老去中国南京佚佗的时阵呢？遐有一个中华民国门牌伫遐，就1912中华民国，甲1949。但因为徐文乐汉奸的问题，所以美国阁继续挺中华民国，代表全中国。但不过，一到1970年的国际局势变化了后，中华民国第二次死亡。所以伫即个只选总统是迄种好笑的，国际上无咧个成功，迄是总统。因为你是中华民国流亡的，你不是本土来的算出来。结果是哦，咱有法讲呢。咱本土的是含流亡的人做一算，啊，那人数本土个算属于流亡的，吼、哦，我气人个就对啦。迄、那个达赖喇嘛因流亡去伫印度，因遐老算计呢。但是呢，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家己算。伊无按印度遐个南南做一算呐，但住中华民国即个所在，含咱南南来做一算，阿爸的，长时间咱来教育哦，拢有教育啊。好，人家这80年抗战啊，打败日本呐、啊，啊，台湾是光复啦、啊，共和斗等呀，投回祖国的怀抱啦、啊。好，啊，即嘛从西洋开始就读，学校出来就反攻大陆去啦，啊，唔知到哪里去啦。啊！那时阵有这个政策，予咱真侪咱台湾人，尤其本土台湾人，不知不觉内底中毒伤深。你把囡仔先吼，从纳入伊这个系统内底，从延长中华民国的生命。所以我慢慢的讲起咱台湾何去何从这个问题来，我就希望讲。慢慢啊，我把它引入啊，各位大，为什么讲咱来认清咱台湾近代史了？咱要行对一条路，你干哪？所以因为咧含着这个伊个毒素内底，一直拿来选举，啊，佫有一挂啥呢？哦，代表本土的，啊，代表本土呢，啊，希望咱本土的人赢。所以咱的情况，啊，我就支持这个啦，对不对？爱变的呢，有客人拿来食饭的啦。有个拿铁钱的吃啦，爱要支持哪个啦，就变的来。所以台湾有这个选举的心哦，比族群比分化的。
别别人本土台人本来就免选去咱另外，咱85%的人，就100%咱有85%，啊，竟然输给15%的人啊！有够趣味无？你台人是唔知啊？你教育甲你教育安尼啊？啊，人家讲哦，叫来选举哦，你唔当意识形态唔当安尼哦，啊，意识形态拢伊咧用的啦。来选举就讲你不要意识形态啦，吼、哦，迄个是不爱咱的票。我咧当初咧选举的时吼，因咧灌村啦，灌过因会使出来外口丢票，啊，咱袂使去入内底啦，有够奇怪无？啊，你也是有当该灌呢？因为30多年前我捌做算过，较知影俩，吼、哦，咱咧选人家就入去哦，该灌呢，灌村啦，伊讲哪呢？你们这些叛徒，你们叛国，你们叛党、叛族，啥小呢？讲一大堆，你知？好，迄个气的。了后，你传人家我讲，咱本来是要安尼讹一个吼，讲哎，啊，就诶，是玩迄只公司嘛吼，就登记第几号，本来是咧安尼人一个尔，好讲只起码卖吼，来，迄个传人家个停咧，停的时吼，迄音乐甲转掉来讲。吼、哦，当然用北京语讲个就对啦。啊，北京应该听有啊。啊，讲哦，讲来各位乡亲吼，恁伫厝内吼，慢慢做你工课，勿紧，恁免出来听。吼、哦，啊，我讲五分钟了，唔免吼，恁来赶，我家己就走啊。我就先该打回头，你知无？开始我强了呀，我谈到有一个，吼、哦，咱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，咱的啥，咱的。迄阵我唔知用啥物名词甲称呼就对啦。伊就讲有一个乡亲呐，出来讲讲吼，讲民进党吼是被做的啦，叛国啦，啊叛党的创啥会啦，吼背叛祖先的啦。好，我讲来，讲各位乡亲吼，你们在环境注意听着哈。第一，刚才那乡亲说我们怎么样呢？被逐啦，被做啦。我很奇怪呢，我们民进党吼。尤其台湾人啊，要到大陆去探亲哈、哦，他们怎么写呢？怎么说？你们无亲可探呐、啊？哎、欸，无亲人可探，无亲可探呐、啊。啊，要走去的呢，就走回香港，啊，不走回菲律宾，写几年大哥去就对了。所以你们无亲可探。啊，你们老乡呢要去的话，大家都有亲可探。啊，你们去的话呢，哎、欸，一回来，我们没有祖先在那边，我们没有亲戚呀、啊。那按照国民党讲的教育哦，大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！啊，你们回去看的乡亲为什么又回来？你为什么不救你们乡亲呢？是你们哦背叛了你们的祖先，你知道？因为那边没有我们的祖先呐、啊，也没有我们的亲戚啊，你们有啊？哦，我听说慢慢的人就滴滴出来呢，本来行啊拢无半个吼，啊，你乡亲咩讲咧？讲第二件啦吼。你讲我们民进党不好，那我先说了吼。迄阵那东吴啥物呢？东吴迄个什么红岩有无？迄个叫啥？投资公司吼、哦，投资公司啊，对不对？基金啦、啊，各位唔知道有迄个去吸到无啊？举只手来参考看嘛，安怎？哈，都歹势吼。吼、哦，迄只看咧，分7分2个啦，7分到8分咯。包括军校、同学吼，迄个中校退休来吼，啊咧招呢，咱一个拒绝啦，结果家己咧都泡汤。所以因咧讲这些哦，我讲啦吼，我作为乡亲讲吼，我们民进党怎么样？我现在我报告一下了吼，这个红眼你主要搞了红丸啦，啊搞姑爷的吼，上至董事长啦，下至看门的人啦，从头到尾都是国民党的啦，没有一个民进党在里面。当任何职务啦，都在向你们吸金啦，从眷村里面一直吸到各公司里面啦，你们一生的积蓄哈，就被这些是什么国民党给你们吸的，不是民进党了。事情发生以后，谁帮你们的？民进党啦，哎，好呀，就提出来，提来看哦，甚至阿表咧拍破啊呢，就讲到伊心肝硬啊，就对啦，啊，你啊只拢伊老本来拢吸伊啊。对不对？所以讲起来是讲吼，我就知影讲，愈来愈济啊，愈来愈济啊吼。我好了，因为我要讲5分钟啦，吼、哦，那现在在这呢。老一个违背红，家己想起来听。第二，我去提出起来时阵吼，
民进党的就对了吼，冠村摕无票啦，台湾冠村摕三百几票啦，啊，阮赢都赢迄三百几票啦，有趣味无？所以讲你去陪阿凯公家来来，啊，我还看时间呢，唔能过头呢。必须练功，我们讲课不要超过时间呢，用过去大陆做，哈、哦，做认真啊，做辛苦啊，卖个超过恁的时间哦，所以我少要看恁时间哈、哦。来，即卖哈，迄、那个关键年来纪念哈，1945七月哦，四月七。台湾片哦，正式纳入大日本帝国来对哦。啊，现在必须你有人来报告哦，足精彩哦，包括安倍的代志，甲美国的代志，慢慢吼、哦、就会印证吼、哦、大日本帝国迄落吼，慢慢啦，恁得当印证吼、哦。啊，即嘛因国民党的中华民国一直咧讲吼，台湾片哦是呢是经过啥呢？是了开罗宣言。在卡罗宣言1943年，迄阵在战争中哦，战争的美国时呢，为着讲啊，中国在作为盟国嘛，同盟国在作为三江的时候，伊来要求哦，我讲啊，那战争衰时哦，台湾片哦，搁停顿啊，阮中国安尼吼，到迄阵来时哦，较无意义啊，为虾米？又在并肩作战呐，吼，啊，迄阵来个宣言在公共的尔，迄在公共的吼。在战争刷掉要根据什么？你根据公共的呀、啊，根据安那呢和平条约嘛。所以1952年是迄个旧金山合约，开始决定咱台湾未来地位的嘛。迄是法律的位阶是最高阶嘛。迄法律为解你知影无？所以一般是咱读的人吼都唔知影啦，我什么开罗宣言啦，迄阵变规范中国就错歪就对啦。迄是大家咧公共的尔尔，真正要履行就是条约，就是旧金山合约，啊是咱台湾就各会行，就是经过即幕啦。所以咱伫外口拢无人读着，伊也免互咱读啦。我有一寡迄个法律会的朋友吼，啊做律师的啊，我问哎、欸，啊恁读研究所的时喏，有捌读旧金山合约无？讲无啊。啊你想研究法律、读法律的人？就旧金山合约都不会被反读，就对不利的，伊就该藏起来就对了。啊，拢去读啥物？啥物开罗宣言啦，啊，波茨坦宣言啦，拢迄落读读遐就对，遐无效的就对了吼。来，咱即摆搁伫刷咧吼。日本投降了时，马克思用一号令，一般一号令大家知影吼。对，马克思是喏旧金啦，因为是啊盟军最高统帅。所以叫万隆军，万隆军迄阵也是蒋介石。讲到蒋介石的时喏，二次大战的时喏，我讲哦，咱台湾苗为啥遐歹？讲迄个时阵，人越南，蒋介石有20万大军伫越南嘛。但胡志明的时讲，吼、哦、啊，和即顿，和军这草包甲炖蛋浆，咱越南袂出头天啊呢，安变安怎？又叫法国，去拜托法国的时喏，把这批蒋介石20万草包给挂出去。虽然今日越南，吼、哦、会出头天啊，有出这高人。但讲迄个时阵，咱台湾竟然有一个甲国民去作证啦，讲啊我是台湾人，啊那是中国人，有啊，啊美国是讲。美国讲，啊，你来台湾人，中国人，啊，你，安尼中国人的管理就差不多啊，就是呢，咱台湾命运安尼。迄阵啦，出一个像胡志明这个高人的心咯，咱今仔台湾的地位就无同啊。所以咱还佫受到60几档的政治炼狱来滴，这个美国高等法院敢判的，60几档来本土的台湾人，还佫生活伫政治炼狱来滴。哦，这大家吼，慢慢注意看咱台湾的发展哈。46年，我讲过吼，这后期伊这个宪法吼，拢无用啦，啊，你走路吼，歹咧吼，就像歹黄金安个歹咧，啊，就走了，走了台湾吼，无用啦。啊，要直接用的时阵吼，就要本土是要做官的啦，吼，啊，就一直符合。国民党讲，啊，无来修宪啦，
修改宪法啦。你也想，这个宪法是中国大陆，就这点无啊吼，是大人在治的啦。起来才有囡仔在治，啊个治会落？会啊，那一点无啊就未透过去啦，啊修大点啊，嗯啊不修修的修修嘞，修较细点的，啊就治了不得不去啦。所以今仔日民进党带领导者讲啥呢？我阿拉有经过六届，或者讲讲七届了。伊拉讲个算起应该是七届了。但蔡英文讲讲六届了，谢长廷讲六届，我六届就六届了，不管六届七届了。花底安那呢？这个修不是咱台湾宪法，要修什么话个？啊，修起来是恁家啊，恁选举的人得着有利尔嘛？为遐为头甲尾啦。拢无讲台湾是中国个啦，伊也无当收入去啦。但咧修改就足奇怪呢。你也看有一寡迄讲话，你真正吼吼，真正靠什么什么宪法一中啦？一个啊那宪法一中的心吼，中国大陆拢恁来呢？有趣味无啦？你过来想看卖啦？用这个要骗老百姓，要九二共识啊？表示哪？你一个我一个。啊、我承认你那边有咧地权，你地下我地基来遮，会通吗？美国一个政策真简单啦，不该讲嘛，就是中国尔嘛。啊，台湾这算什么东东？所以中华民国总统是骗咱内底，老中国一个董事长过来，迄机啊就藏起来啊啦，就叫人收咱仓库内底。啊，你出来赢拢啥？台联的啦，民进党的啦，啊，足奇怪的啦。应该你本身用这個新主白啊，这选举出来恁拉拿了，伊就收起来啊！啊，你袂想讲足奇怪吗？袂啊！啊，你为啥你爱选总统的时咯？开拢个走美国，啊，走日本啊？哎，奇怪，伊个无要走苏联啊？啊，个无要走中国啊？啊，你大家去计划想这個问题无？咱苏联的候选人啊，当然迄个总统咱是无承认啦。但是呢，若因中华民国咧选总统的时候，一定找两个所在，一个美国甲日本。恁啊，地龙团袂想讲奇怪，啊，咱看找这两个所在啊，啊，较无爱找法国啊，无爱找苏联啦。啊，虽然艺术大战也是有关系啊，我无找中国，中国大包了足济啊，是毋是呢？啊，为啥无找中国？说来想呢吼，就是呢政治人物欺骗人。利己得者，因为因可能需要怎样？如果按照旧战合约性美国是在占领国，但是伊的地位未定的时阵到底台湾何去何从？好，这我即马就慢慢进入本题了，对了。民进党先一冲动，伊把迄个台湾放到十字路口。哦、各位老民进党员的吼，啊，我民进党员啦，吼、哦，我当初来想讲，哎、欸，奇怪，咱台湾甲坑他们十字路口啊，但是呢，无机会他去问啦，几十档有了顺序了，啊，就历史的啊，即摆才知影讲，冲动遐人，台湾的方向都唔知有对呀，你表示没有方向感啦，所以他坑就十字路口啦。各位，恁若人老啦，行到十字路口外危险，迄车呼呼叫，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！啊，甲咱这个国家台湾所在坑到十字路口，啊，是毋是真危险？不但危险呢，何去何从都唔知，就表示没有那个方向。所以当我开始对民进党诶，遐冲动起来时阵哦，来得激动心就要不要伫内底啦？就是国民党人派插入去，为啥你当成立未是伫宜山饭店？宜山是啥人开的？哦，是毋是呢？较早宋美龄也未走的时阵，伊是咧负责迄个宜山的，是伊伫咧国民党开的饭店内底咧开当成立。吼、哦，你一空一片人足清楚的，暗兵敌过番，阿别明知影的，啊，所以各位。所以咱就骗几十档，我咧讲，国民党五我青春十五档啦，有看吼？
台平镇五万乡村哦，比较侪啦，二三十栋啊。因为你无多把台湾传出一条路出来，伊咧选举是咱出钱搁兼出力，就希望讲咱本土台人会当赢过因。但是无一个咱台人拢轻视了对啦，真济啦。总食国民党的套路了是了咯，总归我有遐去。所以今来选举是平棒平棒，啊，是毋过咱能够输去。伊咱民进党虽然加过一个热情，咱的资源比较少，用咱台湾的资源来维持的政权呐。尤其咧选举时咧破坏咱的社会，破坏咱的家庭，哪个咧对立？家庭内底有哪对立呢？伊用咧选举的时阵呢，先生来做生意啦，啊是吃套路啦，迄个买票的人吼、就出一排啦，啊个领导几票啊？啊，卖拢还啦，伊家拢拢总买是当哦，行去了啦，你有五票啊，两票还是三票付完了啦，啊一票过伊安尼啦，太太伫厝里讲收钱，伊歹势甲先生讲啊，所以投票的时阵呢。啊，奇怪，啊，偏偏投出来看，这个区域应该是某某人列给咱动算，啊，是安怎看？哪呀？这个动算，迄个算起来时哦，啊，原来票位拢买伊啊。啊，这个家庭内底是为着我要支持伊个子嘞，我兄弟为着相拍你看。啊，你选总统的时阵啊，话讲小弟要支持阿扁啊，啊，大兄要支持连战，啊，为着讲了两个相拍你咩？都变恁来，你知吧？所以，原来双击本的恶习，用这个钱给你买买的时阵咯，拢造成咱家庭内底分裂的啦。所以，长时间来吼，讲系啊，而且来继续的吼，安迪的算啦，政党轮替是好笑啦，但是呢，和咱台湾愈来愈沉沦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拢乱，你个任何一个政党起来呢？啊，无法当改变这个乱啦！为什么呢？为个咱台湾民政府起来呢，彻底把这笨手恶习的，该当刮走就对啦。最近我看到讲，因国民党外口好存偌济钱，拢寄去海外，马建啊，建了贪污拢几百亿个，但是呢？有一人，咱的囡仔32%吼，无拢食营养午餐的心吼，老实讲，我就要流目屎。为啥咱台湾人遐天真遐拍拼？结果，互国民党统治内底时阵吼，互遐肥鸟鼠、肥鸟，因咧来甲咱蹭、甲咱嚼脱。后期的时候，有30几万来个学生囡仔，因咧四大人无人交学费。所以我今来提起来，台湾民政府的心咯，我们都希望一个期待，一个希望。那不然台湾起来无希望，咱伫台湾起来囡仔大生，有8到10万人，甲银行贷款，就是要毕业的时阵已经来负债，但毕业是国民党的马英九的心呢，还无头路，无头路呢，毕业搁负债。对不起家庭，对不起家己，对不起社会，所以有人去自杀，报纸还无报出来。有一家一报报啥？伫新庄啊，台北新庄，迄个位十楼跳来时咯，我目屎拢顶落来。我刚才秘书长讲，叫了国民党交代个一个大学生培养的，许多人欠长内多，来互伊读册，把钱无够。去把银行贷款，伊想袂讲毕业的时候有这个套路，也当来还这个贷款的钱。但是呢，社会茫茫，无这个套路也当回家，干那22K 都无当吹，所以写一个遗书啊，感谢大人回信的，要自杀。因使人知影了时，赶紧跪在这个囡仔面头前。这个遗书来得写个足简单嘞，吼、哦，就讲对不起爸爸妈妈，给了一些银行贷款，因为无套路，
伊无当行，佮顾虑到四大人，所以安那呢，伊家己自责啦，就是要自杀，了却一切所有的四大人咧跪咧哦，咱人咧跪吼，跪天跪地跪四大，跪老母哦，那有一个讲，这个四大人佮跪个囡仔。你看，迄个是咱看得偌叮当，你知无？但这个囡仔是呢，看这个自尊受损呢。伊安那呢，虽然是人跪地啊，伊以前拢为十楼的，拢跳出来，结束伊生命，这有够艰苦的代志。所以我必须有建议讲吼，所以国民党系统来这只系说贷款的这台只系。以囡仔贷款的钱哦，一切拢下面这些台民政府给来第一个政策，就是爱我在许多人卖个牌价负债，在读大学的人卖个牌价负债。所以各位，大家拢有机会来参加这台民政府的行吼，慢慢你来发觉，发觉啥？台湾民政府所未来做法，完全全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内底完全无共。那咱有力无？咱有力。咱力量上能束缚咱美国军事政府，因为咱的拳头无比人较小，但是呢，咱的法力比人较强。有理走遍天下，各位听下无？你若无理的时呢？寸步难行啦！虽然今日是因为咱法律开条，虽然各美国较各会行，伊说美国一步一步按照咱原告所提起大家一步一步因来布置。因为国民党伫台湾的时候，到底六十几党内底，迄个根深蒂固啊，咧树头顶真难。你要把树头绑起来的时阵呢，你的怪兽，凡是树头绑起来，你怪兽才受伤哦。所以别人绑你树头，是不是爱为了树头来紧边啊？底个炸，底个炸，底个炸，炸了是无紧卡掉了，一个怪兽来，一个杀起来，一个整个的，不管是六十几档的树头，一个个绑起来。所以今仔日。美国政府就开始安尼做，我们讲想清楚，你慢慢体会。尤其到今年年中的时阵呐，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式公布公然击败时阵呢，啊，恁就知影，啊，恁这批人就是拢啥呢？就是讲先知啦、先觉啦、先行者啦。尤其未来以后看到的现象出来，看击败呢？拢是后知后觉的，啊，所以大家了，干嘛？哎，庆幸我们有机会。不管你是来自何方，你是安怎来，看网路的，还是朋友介绍的，拢表示恁有这个福运嘛，有这个机缘呐。那应用佛教内底菩萨讲要度人、要救人呢，那是爱有缘呐。菩萨是度有缘人呐、啊，无缘的心呢，哥你看会到的，也是无效啦。当你啊看非洲几个国家，迄囡仔饿到大头壳的，饿到无奶奶头食，看地甲好心伫遐站的啊，咱看会到，但你不做工看无到吗？应该看得到，但是呢，无迄个缘分呐、啊，伊无需要救到遐去。所以救的有缘人，所以今仔日各位大家来参加台民政府，也是恁有这个缘就对了哈。来，咱继续讲，咱台湾的前途的心哈，我头来看一下，就是台湾民主国第一个旗啊，这个旗啊的时阵哈，伫我早期三十多年前的时候，我知影讲，像这李办旗啊，较早因为省议会、省议员哈。五虎吧，五虎上之一了吼，李万基啊，李万居先生吼，但到尾啊，这个机啊，唔知走对呀，这个机啊，在台湾第一个那呢，亚洲第一个民主国的，啊，第一个机啊，就是机啦，
吼、哦，做厝边吼，伊家用只好，吼、哦。蒋介石挂做流氓有无吼？四九年是戒严，这年代吼、哦，我老爹安那呢？老爹，咱的高级班的训哦，伫个白色之恋的训哦，那继续来讲。为啥因内底有真侪恁伫外口无人听到看到的？啊，但对台湾近代史相当有影响的，相当有影响的。所以我在伫个，伊个咱的高级班吼，个点招的时阵啦，这边教授吼。我有甲伊讲，咱台民政府啊，一路行来的时阵哦，含咱台湾的扎根苗文学长，坎坎坷坷啦，你知吼？坎坷坷嘞，哎，甲咱呢，特别进入成功的时阵哦，咱呐有人要扭后卡，有人背叛咱啊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台民政府所有的功课，拢是公开啦。咱都无任何的暗藏，包括咱上了呢，来台翕相，这翕相啥呢？后壁个知影，咱是脚踏实地，有遮人来上课，有遮人来翕相，哦，存照为证啊。有壁个无怀疑讲恁造假？如果咱的上课会当用视讯哦，有人讲个好啊，一路啊向个是个坐车个创啥个哦？是不让淡出的吼，啊，歹势别动，因为没有规定，你若当视讯吼，我大拢淡出开电脑了啊，啊，反正你即个电脑开咧吼，拢有咱的讲课啊，但为啥未通？因为你人数无人确定，若你亲身来个教室来啦上课，接受这只训练的时阵，美国开给咱认定嘛，伊无怀疑讲翕下相哦，嗯。啊，这里摆这人，啊，后里摆这人，迄纯了造假嘛，迄个作假，罗美国就最气你作假就对了。所以怎么样，麻烦大家人拢爱来上课，包括电招也是爱来就是安尼啦。虽然路途遐远，啊，你搁开一寡车钱了，那必须啦。表示讲恁这人是确确实实在在伫台民政府内底，啊，为因唔知这个道理啊。我讲有一届时吼，突然间高级班300几个啊，咱遮坐咧吼，根本坐袂落。个另外一个教室，伊只要要乌心堆上课遐教室遐吼，总分两班啦。咱这边加视讯啦，对不？那边啊上课，结果美工吼，就是咧拍那打官腔啊，啊闲了开用视讯啦，啊你无多人坐啊。爱分两间啊，拍是比赛，吼、哦！你安那呢？无迄边江苏吼，公料搁到这边，啊，这边江苏个赵贵平，哦，安尼会使哦。为啥无你视讯？我头有讲过嘛，你视讯容易造假，所以较麻烦各位内底吼，拢一定爱来上课的时阵啊，甚至讲上课的阴暗，还有一个国酒内底研讨会，为啥物需要呢？啊，拢爱做一个记录。为啥讲咱请单行民进行咯？爱国迄个火箭所特产呢？日本是来填本。为什么看呢？一家人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嘛。啊，这来美国甲咱讲的呀、啊。啊，当初我要特产啦，咁奇怪，我讲要迄个日本时代吗？我台湾人讲感觉唔知偷有无呢？哎、欸，无想起个先咯，我有咧偷我个人的路啊，因为我1940的呀、啊。我叫四看的日本人啦、啊，唔免偷四大人个呀、啊。我都有信心，我讲嘞，原来日本的火箭第一阵那是全世界火箭做上好个啦。虽然美国知影嘛，所以你若讲，迄、那个即摆另外遐叛军啦、啊，好阿解讲啦，讲伊也要请新闻证啦，请什么呢？因讲个呢，较少讲300啦。啊，奇怪，这咧变成你哦。迄中国香菇，迄中国香菇走私过来时咯，迄无效内底有迄、那个，迄农药迄啊，迄人俗俗咧卖啊。啊，咱食土产的香菇就无同啊。所以咱请单新闻讲的是咧，各位，外口恁若听到吼，讲有迄300，甲伊保证，迄种中国香菇就对啦，迄100%无效的啦。
因为咱呢，咱这生命上的心咯，后边有一个晶片，这个晶片伫台湾无法弄做，所以台湾不会相信。您可以当问看卖，迄电波局含咪晶片，咱含咱相像，一个晶片的机械几落亿个，啊，因呢无可能讲为了你300块该做晶片呐，所以无可能。啊，咱说为啥需要晶片呢？人来治疗用这边，啊，以后呢？写一个，那就咱节目叫一下，写一个咱治疗伫内底。马紧呢，咱内底个防卫系统，有这个身份证的时吼，咱们中华民国无共，中华民国后壁敢做几好，啊，会做甲咱唔知影去，迄是美国敢偷讲哦，讲来，恁迄台湾人哦，戆甲拢袂白上啦，迄连迄个身份证拢做几好，无你过恁来看卖，恁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几好啊？在后壁边诶右上角遐，用竹色字刻诶遐两个，我想各位来看卖。我伫高雄在地啦吼，我是控我诶啦，可能在做熬控我，含我工作诶款啦，毋知对一组诶，毋知影，落控我，有控白诶，因为我伫台南看到控白诶，但有看到迄个中国诶后壁控控啊，恁大家看嘛，后壁迄个什么字，竹色字就对啦。吼、哦，爱甲咱虎门别类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大号因知呀，啊，这个大号咱唔知呀，咱就骗家拢唔知呀去，吼、哦，恁来看后边个新闻节个，虽然台湾台湾民进会新闻节个时阵，就这张以后不要啥嘞，要代替这个新闻节，到美国军政府去买了后先，咱含美国内底要出去，真简单就凭较早琉球。甲波多黎各相像，咱美国的法治的啥旅游证件好难。旅游证件是咱唔是甲美国尔，咱要走全世界要旅游啊，唔是你去买了啊，咱都袂当旅游啊。啊，旅游你去中华民国这个无效伊啊，这个失效啊嘛。所以啥旅游证，旅游证啥爱用啥用咱台湾民政府身份证来请旅游证，你去中华民国这张100%无效。所以我在鼓励各位大家，请咱大人身份证的时候呢，无请人赶紧去请，无搁卡落心哦，就排队啊，就对啦。为啥呢？当美国军政府正式去买时阵，迄阵啊，整个台湾的局势的变动啊，与中华民国要结束，包括以这个身份证，包括所有一寡遐制度，哎，拢无效，拢无用意。啊，所以这个身份证的心哦，我正看行行啊，干是无啥。来作用真大，因为请美国旅游证件都来了后呢，伊会改啥呢？视同美国护照，通行100多个国家拢免签呐。啊，这就是咱台湾政府叫美国政府争取的，这也是咱的权益啦。因为既然你是占领国，我是被占领的，你得爱替我保护我们台湾的安全。所以你给我看嘛，军队慢慢要消掉，你知影无？这是袂使公开念念，但这是咱甲美国军政府讲的，甲美国政府也讲，你当初911了后先吼，列为什么叫做恐怖组织啊？你三个要件哦，第一要件呢，从宾拉登迄啦，伊讲不是一个国家啦，吼、哦，宾拉登这毋是一个国家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对。然后呢，你中华民国那不是一个国家。你哪边个讲的呀？迄、那个国军炮讲的呀？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，好汉那个拢符合，含比拉登的小强都不是一个国家。第二呢，要讲呢，他有武器，有啊，比拉登有武器呢。不管如何来，你中华民国哪有武器呢？而且武器跟你美国卖的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第三呢，就不能征兵啊，比拉登呀，好，就叫东德呀。有无来这边啊？用囡仔个训练啦，有他们打胜仗、胜战就对了。啊，咱呢，赶紧训练过来要反攻大陆啦！吼、哦，啊，在这这边啦。虽然各边国家想，这拢唔对的呢，这拢符合你三大要件吼、哦，恐怖组织的要件呢。吼、哦，美国对啊。啊，所以你有看无？即马征兵吼、哦，伊无用啦，募兵啊。你美国个晓得，要到对无人呢？你无兵即摆一千台战车，较无100个人去应征啦，啊！一辆要使3台战车呢啊！
啊，你无多，你知无？即个美国用这步来，何你征兵袂当征兵，啊，而且你募兵阁募不到兵，啊，歹势，我美国军队者，我保护你台湾的安全。礼拜呢，把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一只好的喙齿给绑起来了，啊，好老婆喙齿就成猫啊嘛。所以一步一步来就对了。所以我看到时间阁剩三分钟了吼。哦，因为小蛋的料，咱的国州伊现在宣布分到蛋对一搭对一搭，大家互相讨论。啊，为啥这出来互相认识？我偏偏这周来底时哦，咱对个人即个家代无那熟悉。来了你会讲，遐州长啊、副州长，下边你有啥物专长无？你要有啥物款呢？那列入记录，因为台湾民主维新呢，需要各行各业的专才甲人才就对了。所以以前我有拄着咧讲的是讲啊，我袂晓创啥，我做生意，我咧做生意好啊，对不对？民进党咧，当民进党需要做生意的人才呢，是不是？伊讲啊，我咧过波转呢，啊波转来因是啦，啊咧建设局有无？迄个需要波转的人啊，是不是？啊你社会边的人，我咱在需要部队，伊啥物呢？美国虽然以国防替咱看，所以咱免了国防的军费。所以咱的外交部分，无像伊即马外交收兵啦，啊，落去开钱呀，迄种开咱老百姓的钱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潘雪，你都毋是国啊，你也免外交啊。这个省一党省过了百亿，咱的军费省过了百亿。所以各位，咱的同心，我有时间来分析讲吼，未来台湾民众来成立的时喏，会比全世界上富裕的一个所在啦。所以咱来讲国家啦，讲啊，你要去独立万年啊。所以，那么上好的所在就好。以后咱台湾的时呢，到底是主题，还是要建国，还是创什么话，还是帮人联邦？这要看美国这边了。咱老百姓慢慢一个发展，但上重要就是把咱台湾的走出国际社会和正常化，这是较重要的。啊，所以咱各方面，然后外交面，即所有个建立起来吼。咱的老健保都拢唔免纳啊啦，搁一个啥呢？遐肥鸟鼠、肥鸟，一冬甲咱四五百个咱吞大只，拢甲除掉的时阵呢，所以咱全台湾所有老百姓食的营养午餐，拢免烦恼。三十几万人食好贵，拢免烦恼。所以咱台湾的时候，未来会过啥？老健保拢免，甚至必须有又升过啊。十八以上的时候，拢人一间厝，无厝的人一定有一间厝。各位知影吗？即卖银行内底有230几万间空间啦，拢设定银行内底啦。建商一趁钱拢趁去啊，剩的呢，拢投伫迄落银行遐。当面就起来，把这所有拢没收来，拢互咱拢全台湾老百姓。搁兼啥呢？国民党甲咱阿爸不公不义，甲占起来。即所谓东山拢清清的，所以必须你有讲的，保证咱十八以上大家拢有厝通去住，这不是凊彩讲讲，我别讲讲的，有时间的问题。多谢各位，多谢。各位学员稍等一下哈，我这边要宣布，等一下分组讨论的地点。高雄州，高雄州在一楼会议厅的前面那个圆桌，会议厅就是一楼办公室对面那一间。高雄州在圆桌，宜兰州、高沙族、台北州、新竹州在会议厅的后半段。宜兰州、高沙族、台北州、新竹州在会议厅的后半段。台中州、台南州在咖啡厅。台中州、台南州在一楼咖啡厅。下午有拍识别证的还没领的，过来我这边拿。下午有派识别证的，谢谢。